你们干嘛？你信不信我先打马上报警？石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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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
潘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有事找个朋友。你们快点下来，我看见那个害一心的女人了，她就在大厅里。听说你最近离开钱宇了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边帮我？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暂时还没有考虑工作上的事情。怎么了？这是，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胃有点疼。不好意思，我去找朋友，先失陪了。好。一心啊，我记得我很清楚地跟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我的底线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的底线永远都是他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招惹他？我网上攻击温暖的帖子是不是跟你有关？我怎么会落到眼前的地步呢？当初我去医院看父亲，被人爆料，导致差点身败名裂。我问过你会不会是温暖，你几乎没有思考就说不会。可现在呢？换作是温暖有事，你没有半点让我解释的意思，就已经认定是我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吗？你现在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你的心里已经完全倒向了他，还问我做什么？别走！就是你害的一心，这人怎么这么可恶啊！就是你，在经济路口，温暖就那位一星组织的一个乘客过来。你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高仿说温暖现在正在被你的粉丝骚扰。你信不信我现在马上报警？是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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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我江明，我们江明跟我朋友们，警方，警方，王有生，怎么了？我胃疼。送你回家。不好意思，慢点，不要怕。啊，你不要拍！跟着他们俩，是。搞得这么混乱，我怎么向老板？李轩，别喝了。要不你要再喝，我也想喝。这边把朋友给送走，然后我再跟你好好聊这个事儿，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啊！别喝了，别喝了。范天，
要不你先送殷小姐回家吧，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。好啊，交给我了。好，走吧。这样，我给你留一个联系方式。你觉得咱们需要就是赔偿多少？你给我报酬，然后我们回去好好沟通一下，好不好？一心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小潘总，哟，管总，你是要送一心回去吗？啊，正好路过，也没什么事儿。可是我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我也没事儿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一心。就麻烦小潘总送你回去了。哎，没什么。小潘总，麻烦了。走吧，一心小姐。管总，你真在这儿啊？我。小戴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一点点。